百姓不能让成大婆啊爹爹啊啊啊老三八的呀老三八那底下擦来擦去，嘿，这出边听我未听到吼，干咪听一下哈？啊，你之前安尼讲会看口子，我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讲。阿爸，我要娶某，我要娶某，我要娶某。我先讲诶，我先讲，我先讲诶。来，儿子，我家先讲，喂，妈妈在家，啊，乖，咻咻咻咻咻。阿弟阿娘，我要娶伊林慧君，我要娶伊林慧君。我跟你讲，你跟妈妈讲，我跟弟弟啊两个人去哦外口的时阵，我蹲着一个查某，迄、那个查某洗相有够水的，哦，足特别的，特别到有够吼，我足介意的，所以我一定要带伊。告妈妈呢？比妈妈较水。比妈妈较水。你已经乖啊呢？我乖去。你几岁？我几岁？对啦，妈妈好歹嘛五十几岁啊。阿诺阿弟阿弟讲啊，我要带伊林慧君。哎呦，阿唔过你着知影，拄只伊有咧讲咧哈，讲伊要带慧君啊，林家呢啦，老魏处理者，讲落，我处理是无好。来啦，秀团的啊，你莫安尼生的对唔对？恁大哥要带迄个林慧君，啊你嘛跟我讲你要带迄个林慧君对唔对？恁两个人，啊林慧君才一个尔，哪有可能有两个对唔对？所以你意思是安怎？你就较乖的嘛，对不对？当然嘛是大囝先娶某。啊，无我问你问题啊。意思就是讲，你要叫阿兄先娶。对啊，叫阿弟啊，阿娘啊。盖请，盖请。大条的，安尼对啊，大哥先娶。你敢若讲倒变？大条的，是大条的先恶，还是细条的先恶？拢共款。啊，来肯定是大条的先色，啊，细条的先色。细条的，所以今仔日无论安怎，回军我要娶，我要娶。阿娘讲的，快娶。阿娘较听话，好我娶。你娶啦。啊，把你往下教，你袂讲话啊。阿娘替你搁娶。先娶，细汉的较恶娶，无要紧。恁爸我哦，再去另外帮你，可能看血色就好啊。就是讲的，阿娘，安尼代志安尼定落来。你就是偏听，偏听伊阿兄，自细个大个，这了无公平。好，卖娶，我拢卖娶。哎，阿你别紧啊，哈。
你叫你卖穿，你有在家你要卖穿。哎呦，气切我都要混蛋，侬走走出来。你哪样是安？你小弟是安怎？嘿，不是我哪样，我是哪样？对啦，我讲你小弟是安怎啦？我跟你讲，伊个性安尼生啊，逐天关伫房间哦，早就一定有病啊。起码吼，连爸母拢讲恁五亿啊，恁哈真正看我架势哦。爸爸，我跟你讲，你紧嘞过门去讲亲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定要带回军啊，无回军啊，我无爱带哦。好好，无问题，这件代志交予恁爸爸我就好啊。恁爸爸我这个嘴哦，绝对是会当讲到予伊，要绝对无可能予唔来，对不对？你莫讲伊落去，讲叮当的，紧嘞，紧去。绝对袂叮当，放心。